我们每天所使用的电脑对环境产生着影响。即使我们不再工作，地球仍深受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冰川正在溶解，热带雨林不断消失，这些都是人类活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。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同意将地球的永续发展列为第一优先。我们希望保护地球免于受到可避免的损害。华硕一向参与环境保护活动，并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未来。在华硕，我们充分意识到环保议题的重要性，在各个环节采取环境友善的策略，从内部规范直至生产流程。特别针对企业所设计的 ASUS Pro 系列，我们投入更多的心力，让绿色成为 ASUS Pro DNA 的重要元素。力求达到最高的环保标准，已取得业界最严苛的环保标章与认证。ASUS Pro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皆采取最严格的环保要求，从原物料开采、生产、销售配送、产品使用至产品回收。我们严格控管产品中所使用的化学物质，限制有害物质的使用，并选用容易回收的原物料。我们对供应商实施保障劳工权益的行为准则，此行为准则与电子行业公民联盟所订定的标准一致，并承诺无铅的生产制造流程。我们的包装设计团队减少了 ASUS Pro 纸箱包材的体积与重量，此举有效降低产品运送所需的能源消耗。我们持续研发，以求超越最严苛的环保标准，并将产品的碳足迹最小化，更长的产品生命周期，避免汰换造成的浪费，确保所有材料都被有效利用。华硕在全球各地发起自愿回收方案，供希望回收 ASUS Pro 产品的消费者使用，同时以最高标准与保护环境的资源回收厂商合作。ASUS Pro 产品设计时，充分考量到其对环境的影响。透过选择 ASUS Pro， 你的企业也同时为保护地球贡献了一己之力。我们承诺持续积极地保卫我们的自然资源，也希望邀请您加入我们，让地球更美好。